迎大家来到紫薇直播间，咱们这里是西红柿官方授权三店，也是西老店。今天紫薇来给大家送福利，来兄弟们，今天给紫薇点关注啊，关注点起来，我送咱们全国一朋友们给大家直接免费包邮的钥匙扣，要不要？想要钥匙扣的话，把要打工上方有十个人扣要，我就给大家直接安排第一轮抽奖，行不行？第一轮抽奖叉子。刚才不好叫我叉子，你说啊，你在这么扣奖单子。昨天不要太过分呐、不要太过分，不要惹我生气，你天天在这整我。刚刚开播，大哥刚刚开播啊，好不好？刚刚开播，咱们先送一汽红旗定制钥匙扣，想要一汽红定制钥匙扣的，给嘴把关注点起来啊！把想要两个字打公屏上方，不要叉子在哪里呀？啊，想要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方，我送你们钥匙扣，叉子叉子，今天太叉子，卖车子，卖车子，车子能不能看见是车子？大哥，车子车子车子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，不要再给我打叉子，再给我打叉子，把通通叉出去啊！再给我打叉子，他通通叉出去。再给我打叉子，韩达，我是卖车子的，把车子给我打公上方，行不行？你再打叉子，再给我打叉子，我把你叉出去。嗯，叉子是叉，搞什么？刚刚开播，你们要搞什么？啊？你们要搞什么？现在我们给紫薇点点关注啊！紫薇是一个卖车的，卖红旗车子的一个主播。再跟你们说一遍，刚开播不要惹我生气了，卖车的。叉车短，什么叉车是什么？叉车是什么？大哥，叉车是什么？我是卖红旗的，大哥啊！啊，叉车是什么？主播是一个卖什么叉车是什么东西啊？叉车，哎，这个词儿是什么？我理解不过来，叉车是什么东西？我卖车子啊，你不要再给我打叉车叉子，行不行？我卖车子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，车子，车子给我打公屏上方。再说一遍，把车子给我打公屏上方，车子，叉车，叉车是什么？叉子，再给我打叉子，车子。车子，红旗车子，价格在这，国际车展价格在这儿，小分车在这儿，领取啊，领取小分车在这儿，点头像点关注小分车啊，安排国际车展价，再给我打叉子，把通通叉出去。叉姐说车，搞什么呀？刚开播有个一分钟吗？你在这儿，嗯？搞什么？在干什么？什么？谢谢我们给紫薇点点关注啊！紫薇是一个非常正常的颜值买车的主播。再跟你说一遍，颜值买车主播，不要再给我打叉叉叉了，再给我打叉叉叉，带节奏是不是？没了没了啦！叉子。把车子给我打公屏上，车子，把车子给我打公屏上，不要再打这个叉子了，不要再打叉子，也不要打车了，叉车是什么东西？叉车是什么？气死我了！把车子，给我打车子，打车子。那还这样？给我打车子。车子打公屏上放，车子，再跟你说一遍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放，你再打叉子，你再打叉子，把你通通叉出去，你再打叉子。给我把车子打公屏上放，车子，再说一遍，车子。还打叉子是不是？没了，是不是？杠精们，小分车怎么卖？我给你一大叉子，小分车怎么卖？叉子，车子给我打车子，给我打车子，把车子两个字给我打公屏上放，再给我打叉子，你再给我打叉子，没完没了是不是？啊？是没完没了了？叉子怎么卖？叉子我一人给你们一大叉子，叉子怎么卖？我卖车子的，卖红旗车子的，红旗车国际车展价，国际车。
车展价格再您说一遍，国际车展价格。今天在紫薇直播间，红旗 HS5 综合优惠五个价，全系综合优惠五个价，你再给我打叉子，你试着我通通把你插出去，再打叉子，卖车子的啊！国际车展价格蛋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车也去预约，全系综合优惠五个价啊！国际车展价格再给我打叉子，再给我打叉子。啊！不要在网络上逼逼赖赖，你看我插不插你？你看我插不插你？你再给我打叉子，你再给我打叉子试试，你再给我打叉子！啊，刚开播有几分钟，刚开播几分钟没完没了是不是？是不是没完没了？台上杠了是不是？衣服刚洗的，衣服刚洗的。对。你再给我打叉子试试，你再给我打叉子，再给我打，我看你们能给我打到什么时候？还没完没了，逮上劲了是不是？谁还给我分享直播间的？谁给我分享直播间？这分享直播间给我拉黑粉的这些人给我插出去啊！插出去，通通插出去！不是卖车子，大哥卖车子的，车子，国际车展价格，跟你们说一遍，国际车展价格，今天在紫薇直播间给我大哥安排是国际车展价格。买断价格，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车里去安排，小分车点小分车，人手一本国际车展价格单，全系红旗都有啊，全系车的都有，宝宝们点头像点关注，小分车里安排国际车展价格。这么说你再给我打国际车展价格，我把你插出去。再给我打叉子，你再给我打，没有没有是不是啊？刷流星雨了，给我，你们手不累吗？累不累啊，兄弟们，你们累不累？累不累啊？叉叉叉，全给我打叉叉叉！啊，这什么大，这什么大军啊？叉子大军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叉子大军？气死我啊！你在我直播间，能不能不要惹我生气？能不能不要惹我生气？我卖车子吧，车子两个字我打个没上放，再你们说一遍，车子车子，综合优惠五个叉子，我给你打叉子，综合优惠五个叉子。